大家了解的黃金四小時、黃金六小時這些呢，是主力來講是講一個栓塞性的或者缺血性的中風，因為要搶救那個腦呢其實是有一個時限的，因為我們的腦不可以太耐缺少了血液、缺少了養分的。那有些人會計每分鐘其實都有成百萬的細胞，如果沒有血到的話會死的，那所以呢其實時間越耐呢，個細胞的康復的能力就會越少。有些研究也都發現了，如果我們在四個小時內去打翻通個血管的話呢，咁嗰個病人嗰個康復咧就會比較好啲。咁如果係六個鐘頭或者係八個鐘頭都仲 OK。譬如，但係如果你可能去到十幾個鐘頭，你之後先打翻通佢咧，其實嗰啲細胞已經壞死咗啦。咁你再通翻個血管之後咧，佢可能壞死嘅組織反而會流血，咁變咗咧仲產生更加多嘅壞處。咁所以咧，我哋點解話黃金四小時、黃金六小時咧？咁呢個就係希望盡量喺短時間內打翻通，等佢個血管個循環再去翻嗰陣時咧，可以令到個腦細胞可以救得翻啊！咁呢個就係呢個黃金四小時、六小時嘅嗰個背後個理念啦。我哋亦都有啲研究，其實係睇得係好清楚，就係話一啲病人，如果你喺头嗰四个钟头，甚至你再快啲嘅两三个钟头就可以打翻通嘅咧，其实可以行翻出去，好似个正常咁样样。咁但系咧，有啲人咧就去到成四个钟头打后，六个钟头打后，你就算你打翻通咧，佢可能都仲有一啲嘅个缺陷喺度吓。咁有啲譬如话啲力都系差咗少少啊，讲嘢会差咗少少啊。所以如果可能的话，一定是尽早去打翻通它，令到啲血嘅栓塞的位置通顺翻咧，会比较好啲。